十一课常用句。上有物件，先生，侬哪能讲？朝南的商人房侪满了，搿勿灵，还是两间商人房。平常一般来西个，搿能，房间还是老家的。上有物件，啥辰光回来个？刚刚到，来开只展览会。先生，侬哪能讲？我先开房间，对不起啊。啊。要两间双人房，要标房，定好朝南的。朝南双人房侪满了，还有一间三人房，另外再开一间单间哪能？加不灵，还是两间双人房，少包也照少包了。那生意介好啊？搿枪侪来开展览会，忙一眼，平常一般来西。搿是房间钥匙。小姐，小姐，我预定房间。好的，啥辰光？要哪能样子房间？我号头六号到十号，八间标房，两间豪华型单人房。好的，还要啥伐？巧宝用两年中银会议室，价钿哪能？搿是房间的价钿，会议室另外算。我一记头用介许多房间，好打点折头伐？搿能，房间还是老价钿，会议室拨侬便宜点。服务费也可以免他。便宜几花呢？2%的折头。重点词语：勿灵、一般来西、一记头、搿能。词语对照：上有物件，好久不见，开房间。订房间，勿灵，不好，老，原来，米塔，免掉，一般来西，很一般，五个号头，下个月，一记头，一下子。可能这样吧，客满。扩充词语：新界、服务、保龄球馆、歌舞厅、酒吧、咖啡室、马拼部、洗衣房、餐厅。美容室、台子房、游泳池、大堂、总台。